哦，许愿池，希望老天爷能让我顺利的采访到那两位美女。不晓得老天爷会不会让我的那个愿望实现？哎，美女，可不可以跟你们随性采访一下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啦哦，来啦，美女，那请问一下，你们为什么会来知道来这边玩？麦克风在这边。这边最近很夯，很夯。啊，你是从北部来还是南部？我们是当地人，嘉义人。嘉义人哦，哎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？我也是住嘉义呢，真的啊。哦啊，你们是怎么来的？开车来。开车哦。哦啊，需不需要帮你们做个导览？不用。哦，哎，老天爷今天，我都多一点许愿，想可不可以让我采访美女？哎，真的实现了呢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不打扰你们了哦。真的跟风景一样的漂亮啊！真正够水的，你们知道？啊，你们是有在工作了，还是在读书？工作。哇，目测大概20出头而已哈、哦。嗯，差不多。非常年轻，跟白冬雪差不多啦。谢谢你啦，哦，感谢老天愿意让我拍这些美女，谢谢。哦，真爽呢，真开心呢。